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鳄鱼。没错，你们看，鳄鱼的尾巴好长哎。鳄鱼的尾巴很长。为什么鳄鱼有一条长尾巴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一吗？被踩到了才会变那么长。还是爱呢？想当挂工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吃橡皮糖。哈哈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尾巴对鳄鱼来说是很重要的哦。鳄鱼的尾巴有身体的一半长，主要的功用啊，是为了划水和控制方向。长长的尾巴也会当作武器攻击哟。哦。